那我们依佛法来哦修持啊，已经领悟啊我空法空，能够证悟啊哦我空性空，那个啊就叫证得圣意。那么第四个呢，这个是最高的哦，佛讲第一义谛，显示啊哦万法为心，心外无法。哦，这个就是圣意中的真圣意，也就是讲呢，哈、哦，我们之前啊都有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还处在，还记得吗？记得哈、哦，了就是呢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已经回到无极。就已经恢复啊，我们佛的本位，那个就叫哦究竟了义。那么到达究竟了义啊，就叫了，已经了了哦啊，业障本来空，都没有业障，了解吗？那未了，就是我们还不透彻了解，哦，对这里还有疑惑，那个就叫未了。那么未了还须呢还处在，因为我们到轮回太久了，那么太久哦，造了很多的业障，那这些业障啊，我们都要还。各位有没有造业障啊？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有遭遇啊，哦，那都是由业障哦辗转呐、啊、哦形成。有眼因啊、就是累世、哦、前前世累世啊，一直累积下来，那么现在啊呈现、哦、所以我们了解说不会凭空消失啦、哦、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不如意啊，都会想说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有没有都会这样想，那可能、哦、各位前前我们就是要去追究它的原因，因为是我累世之间、哦、所做的业障，那现在啊因为自己的、哦、那个行为跟思想、哎、都不符合真理，把以往所有的业因、啊、都把它拉来，那、啊、现在呢呈现果报、啊、所以才会遇到。那假如说我们哦，已经啊，可以说对真理透彻了解，哦，究竟了义啊，哦，都已经知道了，回到无极的那个叫了。那了的时候啊，业障本来空，就是没有业障，没有了。各位有没有疑惑啊？一定有，嗯啊，一奈跟我赶快，都是六道轮回啊。啊，我有他怎么会没有？哦，那个就要牵涉到哦，已经呢万法为心，心外啊无法。那之前呢、啊，我们哦也时常在提哦提起说，我们呢不以染净啊，哦，我们在呢这个手见之中啊，哦不去分别染净，但以不见啊讨个消息。有没有不记得了吧？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能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所以佛性本体啊，那个能见，我们都没有把握了。所以啊，各位有听呢哈、哦，那个《金刚经》呐、啊，不是有讲到或学哦，去脚底按摩，然后体会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他都没听，对吧？那后来各位不是说啊，刘讲师在骗人，痛得要命，有没有？哎，其实哈、哦，我们缺少那个专一了，我们的那个专一还不够。哦，我们在脚底按摩的时候啊，注意力啊全部都放在身上，啊，所以很痛。除非说身体都很健康哦，哦器官啊都没有毛病，脚底按摩就不会痛了。
那我们一般哦，大部分啊，多多少少器官哦都不是很健康，所以啊，一按摩啊，哦那个脚底哦痛得呱呱叫，哦。可是假如说我们专一，专一的时候啊，把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佛性本体上面，这个时候啊，哎，只要你不被身体拉回来。身体的感觉呀、啊，哦，你都不理他了，全部呢放在佛性本体，这样哦，啊，那没听，哦，有讲过，我们佛性本体呀、啊、没有形象，所以不会痛，也不会饿，也不会冷，哎，不用吹冷气呀、啊，哎，我们现在都吹冷气，对不对？哎，假如现在把冷气关掉会怎么样？啊、很热会怎么样？哎，会心烦气躁，对不对？哎，听不容易啊！哦，啊，就安尼。你看，今晚冷气咧吹到咧，到咧热啦吼，啊，佮迄个冷气若无咧吹，看袂啊，哦。所以要训练哦，训练呐、啊，哎，我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佛性。那个叫做正物本性，好、哦、啊，所以正物本性啊，跟我们了解领物本性、啊、一不一样？不一样哦，哎，因为我们哦能够正物本性以后，可以说啊信心已经呢哦充足了，那个信啊已经有相信自己的佛性本体，所以啊定力啊很容易培养。哦，从本性发挥的定力，哦，自然就有。那定力一有啊，哦，不会被造化引诱。我们呢，哦，定力缺少的时候啊，那个造化的引诱很厉害，哦，一下下都把人怪，有没有？有没有被造化怪？哎，精神都外化，对不对？像现在啊，哦，这个科技发展。哦，那个小小的啊，哎，那个比手机哦，哎，大一点点的，现在都有画面嘛，哦，那个又可以照相，然后啊，又可以哦，只要你手指头一动啊，它画面就变化，还可以跟人聊天，哦，啊，对方聊天哦，又可以看到他的影像，你看到的时候想不想要？各位有没有啊？好，南部可能比较保守哦，北部哦，我在做那个捷运的时候，我旁边哦都在聊天呐、啊，用那个哦在聊天啊，或许哦一看我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哎、欸，这里我隔壁这里哦，那对着那个钱，哎、欸，是什么情景啊呢？哎、欸，是不是发神经了、啊？哎、欸，然后我就跟着他看画面，哦，原来在聊天呐、啊，那个会吃蚊子、啊，会出力哦，啊出力哦，你这边个回答的哇吼，用那波波摸吼，起到倒，安尼都回答，哦，我讲这么真厉害，啊后些都不投入在方面。因为一投入以后也变低头族，时时刻刻啊，哦，拢伫迄个顶头交应啊，哦，哎，从开始啊，进入捷运哦，甲捷运处理哦，拢无离开伊个画面，有骨力无？哦，咱啊，这骨力是都一定行的对无？对未？绝对行的啦，嘿啊，所以哦。那个把我们乖精神、哦、出开的、啊哦、那个诱惑力量很大、啊、我们要把精神收回来、哦哦、很困难我们不是不做了有把收回来但是、哦、几秒、啊、就又走出去了各位有没有试验可以几秒钟收、哦、回来不要说24个小时了哦，二六十钟，
二六时钟哦，迄就是二十四个小时哦，拢伫做到，拢修的，迄精神啊，迄拢哦全神，很快就成道成佛了啦。啊，咱无啦，嘿，是咱先哦要求，哦二十四分，好不好？啊，佫伤久啦，无二十四秒，好不好？二十四秒久哦，真紧对无吼？哎，各位姐妹，咱莫看二十四秒吼，看无起。我们把心收回来吼，可能二十四秒都做不到，做不到。你下面放了惯习，放无只要操吼，哎，你要甲伊牵转来吼，伊敢能转来？牵转来唔牵？我们的啊，哦，外放的精神啊，肯不肯回来？肯不肯？哎，所以哦，修道之难就是在这里呀、啊，不肯回来。哦，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制定，哦，不能自己指东西出，要哦去乞食？乞食啊，哎，就是哦，各位姐姐，是不是？哦，祈求他们，对不对？哎，所以哦，乞食啊，不可超过七家。哦，各位有没有看过经典里面记载，乞食啊不能超过七家，知道意思吗？知道吗？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七口，眼睛啊，哦，耳，鼻子耳，哦，然后耳朵耳六啊六，一个嘴巴七，没有。那祈求哦，就是求他们回来，眼睛啊你回来，耳朵啊你回来，鼻子啊你回来，嘴巴你回来，这样啊。我们有没有求过他们回来？眼睛一睁开以后哦，我们就忽然出去剃头，有没有？很自然的啦。哎，真啊无外口的景哦，无甲咱怪哦，那么家己一定坐出来底哦，然后八点档电视开了，精神外不外化？哎。有那电视开了，他在那修心没有？有没有？你电视人家开了来修没有呢？会看无吼、哦？啊，看无要紧啊呗。电视人看无要有要紧啊？无要紧？无要紧哦，他们不了解的哦。所以我们了解到哦，假如说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还没有明心见性呢、啊，我们会感到哦，哎呦，就无聊哎，哦，连那小小孩子啊，他也会说就无聊哎，会不会？哎，他为什么无聊？哎，就是哦，外面的、啊、哦一些景象，外面的事情啊。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要、哦、他就会感到、哦、时间、啊、很难过。各位前辈，时间很容易过还是很难过？哎、都有啦，也有难过的时候啦、哎、各位有没有等过车？要坐车的时候等车，有没有、哦、难不难过？哦，那实在是等两分钟啦、啊，嚯、哦、啊，加固啊，车都还没来，看时，哦，看一下时钟，唔、嗯、好才两分钟呢啊，两分钟加对了不？可是我们在等车啊，就对不？嘿，所以哦，就是要了解，时间是一样，不一样就在我们的心态，对，嘿，很多哦，男女之间等的恋爱。热恋的时候啊，两分钟啊，快不快？两个小时啊，快不快？
一下子啊，这紧哦，连咪去暗过去啊，都只要回呢，那怎么以后已经这暗嘛？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跟我们等车的那个心啊，完全都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都是心的问题哦，看我们是存着什么心哦，等人的心啊。哦，那你要规定要来啊，那也未来。哦，那个心啊，哦，很急，时间呢就会感觉过得很慢。那假如说哦，我们都心啊，哦，在很舒坦的哦境况里面，哦，尤其那个八点档正好看，哦，那个大长今，看看，哎，时间过得很快哦，哎呀，都只看了那没料啊，哎呀，都一个听了明仔载哦。有没有？其实哦，各位先生，那个大肠经哦，哦，它是很长啦，哦，画个比较亮。那有一片哦，叫做崭新的心。各位有没有看？你看完了以后哦，你都会手术的，连它从头开始到尾哦，弄得七十心中了。哎，心中啊，手术啊，那哦，啊那按摩哦。那哪看了咱哪一样啊？哎，一样会的哦。他那个刮开，然后哦，哎，心就给摸出来，哎，然后一停止动哦，可以按摩，哎，然后还没有那个刀啊，哦，那个拨开那个哦，那个肚皮的时候啊。哦，心停止跳动，可以用那个电极啊，各位有没有看？那个电极哦，来150，啊，全部赶快走开，等一下，有没有？一下子哦，心又开始跳了，各位有没有看？没有啊，大肠经有没有看？哦。名哦，名气比较大，大肠经。可是这个后学哦，那个那一阵子啊，哦，也跟人家看韩剧，讲大家在卖，我来看那卖什么哦，我会跟人家看。可是哦，我看那么多啊，都差不多赶快，就是哦，男欢女爱哦，是做这个啦，他们做的蛮成功，我你看他哦，都目不转舌。今晚我靠在上班啊，我靠在这头，时间搞紧的等啊，从前看，看电视，哦，把它列为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只要说哦，研究心理心法能够像那样哦就好了。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那个心啊？时间搞紧的等啊，上课有没有？这个哈、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明心见性啊，绝对没有办法别的帮忙，一定要自己努力啊，哦，自己努力啊，才能够进入状况。啊，你一进入以后啊，一定是法喜充满。那你假如说没有法喜充满，就是还没有进入状况。哎，啊，所以各位哈、哦，哎，我们已经快哦满三年了，对不对？哎。本来我说哦，我们学啊，哦，学一项功夫都三年，那三年要满师，就是说要出师啊。哎，那各位那个时候不是说还四个月，三年四个月，那个四个月都是波师，所以三年出师，四个月波师，他读啊好哦，可以哦，独当一面，对不对？做不到啊！啊，想少年，老的拢脏。知影讲学师啊，就是爱三四个月，哦，啊、就出师啊，出师就会当吼独当一面，探景，哦，就可以，哎，哦，做师傅，可以都做师傅啦，无啊？啊，阿妹啊，哎，因为我们都快满师了啊。老师对我们期待很大，那个时候哦，哎，初级班，然后我们要进入哦中级班，挨过三年，
有没有？拢爱有心理准备吼、哦。好啦，啊，都三年听了，好啦，过三年。所以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哦，自己努力的啦，哦，自己不花心的话，活菩萨都没办法。哦，我自己啊，这个不花心啊，追求心理心法，明心见性一定没办法。那假如说我们自己努力啊，哦，不一定说要到那么久的时间。可是哦，因为我们以往都没有接近。啊、所以啊，听起来都很生涩。所以各位前哦，跟一些啊没有求道、没有修道的人，你跟他讲山河大地啊，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生花，他会不会接受？绝对不会接受。他反过来说，我们精神有问题。哦。所以你看，不了解啊，就会形成这样。那我研究了哦，楞严经啊，就了解说哦，原来不是我们呐、啊、哦人所发明，而是佛证悟以后讲出来，说凡尘的所有万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所呈现。啊、所以我们真心佛性啊，实以真空，然后万象是我们真空生花万有、哦、所以叫妙有，真空妙有，然后所呈现的现象它都是、哦、短暂、哦、或许说最坚固的、哦、我们带的钢筋水泥、啊、这个寿命啊100年，一百年在我们身体来讲哦是一生，可是在佛性来讲啊，它只有刹那，一刹那而已。因为佛性不生也不灭，所以啊万万年哦万万年都存在。那我们对万万年不存在的佛性啊不重视，对这个短暂啊能够现象一百年我们很重视，对不对？这个叫做本末倒置，所以佛释迦牟尼佛说，我们众生颠倒，该注重的、哦、都不注重，啊、不该注重的或我们看得很重要，是不是这样？哦，啊、所以就受苦啊，绵延劫，都一直受苦，那我们都会怨天尤人。其实啊，是我们自作自受。那我们可以啊，哦，可以超脱，可以啊，不用接受这一些哦痛苦的果报。那一定呢，就是要投入研究心理心法，能够彻底的明心见性。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不要现象，自己就可以当作主。那我们现在的众生啊，哦，没办法，为什么？被业力啊推到现象来，哦，做善事啊，哦，推到呢这个天道去享福，还有时间性啊，哦，做得多享的时间长，做得少享的时间短。那假如说我们做得不好，做得不对，啊，糟糕，三恶道。当畜生恶鬼地狱啊，那个哈、哦，就很难过，很难过也要熬啊，也要熬过，对不对？然后熬过以后啊，还要再还尘，再来还债，要来啊，哦，我们欠水啊都要还水，所以哦，没有侥幸的啦、啊。刚背的哈、哦，他们都会哦，把这个、啊、时常挂在。这个嘴边呐、啊，哎呦，妖音哦，听过没？妖音好啊，好，哦，妖音，妖音去接那两句什么？失点，妖音就失点，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好，我们一定也要透彻了解，为什么我会在凡尘现象？
我是怎么会来生于凡世间，要知道那个原因啊。各位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到凡人啊？因为我们都发愿了，要来度化众生，对不对？我啊，这个哦，大家都哦，于心有亏啊，看那他卡拢顶了，可能哦，哎，跟他不是讲哦，发愿来度化众生，是去用业把咱杀了，哦，杀了你往世间的情况。苦不苦啊？哎，我们有的吼、哦、年岁都还蛮少了吼、哦，啊呜，那个拢吼挺好一头的，但是年岁大一点的话，嗯，就会感觉、哎、真的是，哦，事情来了，哦，不应对不行，他、啊、一定呢要去应对，哦，所以有一些苦啊是必须要去承受。所以啊，我们哈、哦，尤其女孩子，为民则弱，为母则强，对不对？这早起啊，妮妮呀，哦，安尼做啥拢未响哦，啊拢哦，爱食饭下中啦。然后当了母亲以后哦，相对无法多做，对不对？哦，嘿，那尊先生又不负责任的话哦，你看嘛，去叹息哀音啊，吼。大行都走了，哦，啊，去清洁、去捡、去收，每一样都会。早起那都一样啊，哎，按了当母亲以后，什么拢一样，是不是这样？哎，环境不对，我嘛未晒，哎，都是爱做，哦，充满了这无奈，所以或许哦。以为哦，各位先生，哦，以为说哦，啊，你都拢吼，伫咧讲咧暗苦啊。其实后些受过的苦哦，各位都没有受过，哎，所以那个时候啊，才对那个吼、哦、油麻菜籽啊，哦，特别的吼、哦、感受深。每一次吼、哦、一听到，一定眼泪都掉下来。各位有没有看？油麻菜籽就是啊，你从那一些哦艰苦的日子走过来，是怎样的无可奈何的忍耐？忍耐无可奈何，你无忍耐阁未上，啊，一直爱念滚啊！哦，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出过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你那个时候啊，整个人格啊都很健全，而且哈、哦，哎，自己啊都会坚守，熬得过，哦，那个苦啊都可以熬得过。那现在的年轻人哦，哦，一点点嘛苦都挡不掉啊，哎，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啊，我都读个大学毕业，未叫我去做迄小工啊，我那边。是不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哦，哎，放不下身段，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外哦外在的名、外在的相都是假的，都不真，变化无常。哎，我们不要去哦住在名、住在相都不要，然后努力的哈、哦，哎，我能够。把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啊，一定要启发，啊，一定要让佛性当家。这个听起来哦不怎么困难，做起来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我们的哎那个六根习惯性啊是这么的强，这么厉害。各位有没有试着把？哦，那个前病啊，交给佛性本体，怎么样？一样都给六根当家。高为贵哈，贵钱钱，对不对？高为贵，乌拉多的想，哦，
啊，不过吼、哦，也是六根较强哦，不行啊，加六很软弱。佛性呢，我们要了解到哦，它要出来发号施令，我们六根呢都不听，听不听？各位一定都没有实践、没有去实行，你实行了以后你就了解到我们、养成的习惯性、有多么强、要把它降服、就是不容易，是呢一定要做、六根不降服、我们就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那你六根降服了，你会很高兴哦，多听佛性的话，不会造业，没有业啊，不用受苦，理不理想？很理想的，可是这个理想自己呀、去实践。所以呢，我们回到经文回来。释迦牟尼佛呢，普为这个楞严法会啊，宣圣义宗的真圣义性。那么炼乳会宗啊，在会宗的定性啊，声闻即诸一切啊，未得二空，定性啊，声闻。各位姐，我们现在是什么？定性众生，定性圆觉，定性这个菩萨，定性已经成就是佛，我们是什么？定性众生，把众生定性了，那永远都当众生了，所以我们叫做未定众性，我们还没有定，我们可以当众生，可以当地之佛，可以当阿罗汉，可以当菩萨，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所以叫做未定种性，还没有定。那么这个定性声闻就是阿罗汉定性，他把自己已经未接固定，叫做定性。这样了解吗？以后假如说有人问你是定性什么，你说未定种性，还没有一定因为我是想成佛，可是现在还没还没还没有把它固定在哪里，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还未定种性那这边呢，释迦牟尼佛跟那个定性声闻，就是阿罗汉讲那么以及一切就是包含很多未得二空二空知道吗？哇，不猜我大三年耶，二空就是我空华空那那我都我已经空了，华已经空了，你就成就了所以为得二空就是说爱努力，不要有我相我们都把身体当作我，那身体不是我那个我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是我所以我就是菩萨，我就是佛，还得样呗，会不会不是身体啦，因为身体可能有些半年那得还有停地都没去那我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回到无起无，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生化万象山河大地所有凡尘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的心生化，所以所有的万象都是我
天地啊，就是整个都是我，了解吗？现在听爱就来了吼，对不对？不会再想说哦，拢在讲梦吧？哦，这个都是实际哦，不是卡通影片哦，龙起姐哦，我们呢哦，佛性啊，是包含整个宇宙虚空哦，真空啊妙影，所有的万象都从真空生发出来，然后变成万有。哦，因为形象不同，所以叫万有。那么回向哦，上圣，就是我们众生，然后缘觉，然后呢声闻，然后菩萨，全部呢都啊进入佛圣，都呢成就哦成佛，叫做呢回向哦这个上圣，这样了解吗？大家有没有啊成道的心？一定要成就，不然的话哦，你来我都要带你来，只要你落在凡尘啊，我就要来哦，因为我有发愿说要带各位成佛，对不对？所以你都要怕病哦，爱修哦，要修进行先了解，要安那修哦，才袂盲修瞎练啊。哦，爱是这种，哦，爱修哦，对，才会成就啦。修啦唔对哦，修啊就艰苦都未成啊，安尼就怕算。哦，所以一定咧爱知影哦道理。那么回向哦，上圣啊，阿罗汉的，哦，阿罗汉啊，就是已经啊脱离三界，无过伫个三界出世。哦，咱都爱了解哦，咱也无境界。叫法度公哦，不到凡尘来现象哦，不来转世。那假如说我们业都还有，一定会来还账。那么接获呢一圣哦，极灭场地哦，极灭的场地生呢二念诺，就是能够得到一圣，一圣啊就是佛圣啊，就是要哦要我们成佛。所以、哦、各位姐姐有那个、哦、上圣法、中圣法、下圣法，对不对、哦、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都叫一佛圣、哦、不管是下圣法敲打点唱、哦、中圣法我们呢就是、哦、观天文地理、哦、上圣法研究呢心理心法、哦啊、全部都是要成佛要成道哦，只是呢，众生根基不同，开始修方法不一样，慢慢的呢，我们就是呢，哦，从呢，哦那个小圣啊，进入啊，哦中圣，进入上圣，哦进入啊最上圣的成佛方法，哦就是呢，啊引导我们众生啊，个个都脱离苦海，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呀、啊，哦努力。那么极灭场地呀、啊，这个哦，我们从文字看起来好像呢，哦是修道的地方所在，哦那个呢啊，这个阿念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哦，精舍、精想、心都心、精进后所在啦、啊。哦，各位有没有去过精舍？有听过没有？哦，都有，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地方。可是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哈、哦、啊，佛在讲啊，哦，极灭场地啊，哦，真阿念诺正修行处，那个哈、哦、不是在讲那个、哦、很极静啊，哦，容易修道的地方所在，而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哦，这个啊就是言在此啊，意在彼，了解意思吗？文字啊好像是常说，可是它含义呢是在讲佛性本体，所以啊都让我们哦所有哦众生啊，所有修持者啊都能够得到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
哦，佛就是讲这个意思啦。可是文字就不是哦哦记载成这样，了解意思吗？哦，要哦知道说言在此啊，欲言在彼，哦不是按照哦文字啦。那么如今哦谛听啊，当为汝说哦，就是跟呢哦呼罗那讲。哦，就跟啊呼罗那说你要谛听，抛开你自己的见解，然后谛实的来听。那么呼罗那本呢、啊？哦，轻佛法音，哦，就是很钦佩、轻浮呢佛所讲的哦那个内容，然后默然呢成听，哦，就是很仔细的来听呢这个佛所讲。那么佛先许呀、啊，哦，说真圣意，哎，就是哦，啊，这究竟了义，哦，第一义谛呀、啊，哎，就是第一义，没有对岸，哦，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没有对岸，哦，全部呢都是啊，哎，一体的，哦，所以为什么说了即啊业障本来空？业障也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啊、所以已经呢就没有需要再还业障，这样了解吗？慢慢消化、哦哦、这个非常好。那么一圣呢、哦、即上圣、哦、乃最上的一佛圣，即灭常谛啊，即不生不灭之因，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哦，这个啊不生不灭之因地心，哦，一即啊如来密因，哦，成为如来秘密的原因。那么真阿难若，那有的就讲阿难若，哦，翻译成中文啊叫做无先杂。就是说这样哦，都真清真清净哦，无安尼插杂哦，即极净处哦，很哦清净的地方所在。但若境界啊，哦，非真极美场地，非真哦阿难若哦，假如说只有环境啊很清净，那不是啊极美场地，也不是呢哦真阿难若。地呀、啊，本来不生不灭啊，不动摇是真心，哎，就是我们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方是呢，哦，极灭场地，真阿难若，哦，以净啊无干，就是跟净、啊、没有关系。那么此心呢，其所能言呐、啊、是定体，哎，就是我们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哎，那个呢，就是所能言哦，定体哦，乃为呢十方哦不切反，那个不切反呢，哎，就是佛，佛的幻轮啊，哎，叫做不切反哦。一路啊，涅槃门要成佛哦，这个修持的方法哦，这样呢，按照这样来修，按照不思不灭的真心来修，就可以成佛。故曰呢，哦，正修行处，哦，所以我们要呢，用不生不灭的心呐、啊，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若悟此心呐、啊，假如说能够领悟啊，哦，不生不灭的真心，是为开眼解，已经打开呀、啊，圆满圆融的了解，哦，时可起研修，哎，我们可以圆满的来修正，哦，得到啊。哦，也满的正悟。如今谛听啊，当为汝说，佛足以谛实而听。哦，妄其呀、啊，悟在呢。哦，执理呀、啊，迷失。哎，我们呢，啊，有的呢，哦，会啊，这个执事，然后迷理。可是这个富罗那呢，哦，他很会讲经说法。那么佛呢，就告诫他，你不要再执着。哦，那个理，然后啊，对事啊已经迷昧。那么如来常，哦，如来常心体呀、啊，虽不变，用啊能够随也。哦，我们呢那个如来，
哦，如来这个地方不是讲释迦牟尼佛，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哦如来。那如来含藏哦天地的万象万事哦，这个如来藏的心理呀、啊、哦，它虽不变，可是呢用啊哦能够随缘有体呀、啊、有用。那么随染缘哦，则三种哦相续呀、啊、哦。哪三种呢？就是世界众生业果这三种啊，一直哈、哦、绵延相续不绝。那么所谓的净缘啊，哎，水染缘，就是说咱的精神拢外放，去有造化给咱肉体，对世间人的流行，你流行什么，咱拢对流行。哦啊，流行各位先生，世间的流行什么？流行现在喔、哦、那裙要穿得低喔、哦、在流行说喔、哦、来六道轮回，我们有没有跟啊？没有啊，不跟的喔、哦、不跟最好啦，我们跟喔、哦、六道轮回喔、哦、都很苦啊，所以我们了解喔、哦、那个所谓染缘啊，就是凡尘的凡尘事，那个叫染缘哦，那净缘啊，哦，就是讲哦，咱家己本身哦修的概率，哦，我们自己呀、啊、心里面啊有一把尺，不能做的哎就不要做，那一种哦会哦形成业障的拢慢去走，安尼呢哦就属于净缘啊哦清净的缘，然后则灭尘而绝。把凡尘哦拢灭掉了，哦啊把觉性哦拢提出来，所以只要我们合掌，我们合掌哦就叫被尘合绝，因为哦我们的右手啊，我们的左手啊所做的事情都是凡尘的事了，两只手一合起来，凡尘是没办法做，凡尘事啊放到背后，所以叫被尘。被凡尘了，然后、哦、两个手一合起来，都把良知良能啊掏出来，叫做合绝，被尘啊合绝，了解意思吗？我们日常的时候啊，各位先写，我们是被尘合绝呢，还是被绝合尘？大概我们都哦，这个被绝跟绝性相违背了。跟凡尘相合了、啊，对不对？所以叫被尘被绝而成，难怪我们都六道轮回。这样了解意思吗？故花呢？哦，真如妙觉明显哦，把哦我们呢，随着哦净眼把凡尘的事啊，都放到背后了。哦，灭尘和绝，所以才能够啊，哦，启发我们本来的哦那个真如，哦那个妙性，哦那个觉明，哦已经呢觉性都光明了。那么佛言，哦，富罗那，如汝所言呐、啊，哦，佛跟你富罗那讲，按照你所说的清净本来，云何呼生啊山河大地，哦。公案呢？哦，清净本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为什么忽然产生了、啊、山河大地？哦，然后呢，底下呢就跟富罗那讲说：“汝常不闻，如来先说性觉明哦，妙明本觉明妙。”哦，因为呢，这个富罗那呢，哦，时常呢在佛的身边，哦，是跟随众。哦，都跟在释迦牟尼佛身边，佛时常跟菩萨呢在谈论啊上圣佛法，那自然富罗那都听到了，哎呀、啊，所以问他说：“你常不闻哦，如来在宣说啊，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哦，所以性觉本觉哦妙明啊明妙，那个都是在讲我们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妙用。”体用，这样了解吗？
库罗那呢就回答哦，公牛哦，西安呢，哦，世尊，我常闻佛先说时语，我不是听得啦，在讲这个道理，哦，尤其啊，跟文殊菩萨哦讲的啊，都是很高的哦佛理。那么空常说呢，哦，真如门，那个空啊，空常，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就是、空常、讲真如、都是讲佛性本体实义啊真谛，然后不空呢、就是、有形象不空，那不空常、收生灭门、就是讲熟谛，那我们把两个合起来，真谛、跟实谛合起来，就叫中谛。这样了解吗？哦，又进入比较哦啊这个深的一个哦领域啦，所以就是要哦用心的来了解。那真谛呢，说真如门哦，真如啊，一真法界。哦，一真一切真，一如啊一切如，哦，真如。那么真如呢？哦，它属于佛性啊，不变之体。哦，那么真谛啊，都在讲不变之体。那么熟谛啊，说生灭门随缘之用。就是我们凡尘啊，哦，所有都是生灭。那么凡尘的所有凡俗啊，哦，那个叫熟谛，就讲生灭门，那个是佛性的随缘之用，哦，有体啊有用，那么用呢亦有二，哦，用啊也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随染缘起六环用，就是六道哦轮回啊，哦我们呢众生哦。六环啊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哦，凡人众生，那么第二呢哦，就是随着净缘啊起四圣用，四圣啊就是佛菩萨哦必知佛跟阿罗汉四圣，所以浅显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六环里面的人道，知道吗？六环啊，各位先生，六道里面啊，哦，都清楚吗？怎么说？有天道哦，这个天道呢，就是属于啊七天神仙哦。我们说啊，这个哦，欲界呀、有六这个啊，欲界呀、有啊六天，然后呢？哦，色界啊有四圣，哦四这个四个修持的那个功夫，哦有十八十八个位阶，然后呢无色界啊有四空天，所以哦先生，我们要了解到说啊我们在凡尘啊。能够进入天哦天道，这十一天界，那个都是哦我们的福报哦。可是呢，都是有期限哦，有的是几万年，有的是几千年，有的几百年哦。时间一到，就落入六道轮回。所以我鼓励呢，哦，社会人士啊，哦，就是要进入天道。爱做好，只要你行慈善，慈善哦，就是我们身口意呀、啊。各位先生，身口意知道吗？那身有三口四啊，意三，了解吗？哦，拢跟那拢讲成文的哦，身体呀、啊、就是沙道影。对不对？那个口啊，哦，嘴巴就是二口妄言虚语两舌，然后意啊就是贪嗔痴，加起来是不是十个？然后我们十个都加一个不，叫做十善。啊，你行十善哦，就到天道了，还能待不？那假如说那个不啊，
拢无家己，那我们哦就落入三恶道。安有了解无？有清楚无？要去倒位啊？要去倒位啊？哦，我们修道的话呢，就不要到天堂。为什么？因为毕竟啊，有时间性。那我们呢，就是要哦回归到本位，就是、啊、到无极，回归到无极哦。那个千千万万年啊，哎，都已经呢哦，底下的本寂呀、啊，那底下的本来哦，那个原来的地方所在，哎，都不会变化。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呢啊，在凡尘啊。哦，都一切无常，哦，不用呢，哦，来六道轮回，还也不用哦修到天道，所以我们行善，可是哦都不记在脑海，我们记在脑海啊，那个因为进入无法，那不记在脑海，那进入性分，各位前人性分知道吗？有听好嘛？听写噶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来对的，还有得咱的性分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随境也呐、啊、哦，就能够起四圣用哦，就能够成佛、成菩萨、成必诸佛、成阿罗汉。那么而前用哦，我们要前用哦，就是在中地哦，真地如地呀、啊，合起来。哎，叫中地，哦，那么中地呢，是实以空不空如来藏，哦，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有三个，总共啊有三个如来藏，哦，那我们等到呢，哦，在讲空不空如来藏的时候啊，哎，再来说明哎，哦，那个中地。